那您刚刚跟我指教，就是这些资讯的公开哈，我想非常谢谢你上一次，就是希望能够所谓的这个公开、对等而且聚焦。那我原则上我都同意你这个意见啊。那比如说资讯的公开呢，我们在这个已经把相关的计划书呢送到我们里办公处，还有呢这个里长啊、区长那边。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当然也会上网。那今天的影片我们也已经上网啊，那会后呢我想我可以向个别的给你这个报告一下网址。那会议记录呢我刚刚也说明过了，就是因为上一次大家没有留下来，那原则上我们会议记录也会公开，那不只是上一次，我想未来我们都会公开。所以我想这个非常佩服了这个汉森兄呢，就这个程序方面。那至于说您刚刚有指教了有一两项，比如说善的经济啦，还有我们慈善方面呢，我们今天有两位专家，一位是我们核发言人，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这个主任啊，方川主任。那等一下会来稍微您说明一下，但是因为时间程序上的问题呢，我想征求各位，就是我们高议员，因为他急着有一个事情了，先要这个离开这个会场。那我想是不是先容许呢，给这个高议员呢，先来给各位呢，来共同期许一下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进行下面的程序啊，谢谢高议员。